顶级美国牛小排涮两三下就能入口，一大盘牛肉配上汶莱虾，还有澎湖空运来的大蛤蜊，再加上只送不卖的特制面条，好满足。不过现在麻辣锅还能客制化服务，客人电话预约，我们早上才会去滨江市场做采买。那不管是红鲟啊、斑节虾一些比较特殊的，我们都会帮客人买到。如果想吃的菜单上没有，只要七天前向店家预定，火锅业者当天现买现送。就算想吃顶级澳洲和牛也可以，甚至可以告诉老板金额，请老板帮你配到好。活螃蟹去壳去刺，这家刷刷锅店海鲜通通客制化，不管是波斯顿龙虾还是花蟹明虾，要吃什么点什么，直接从缸里捞出来，更主打产地直送。如果想吃特别的海鲜，事前预定，老板用餐当天就会去渔港买，三天前就可以订了。然后基本上是龙虾跟螃蟹会比较多，然后以客人想要的海鲜，然后做海鲜搭配。从小火锅到麻辣锅，客制点餐，取材送货，每年上亿元的火锅商机，只要能满足消费者的胃，就能在火锅市场上冲出新蓝海。GTV 新闻综合报道。